又碰见这条走丢的二哈了，之前不知道怎么搞的啊，他又跑到我的电动车这里来了，好像是让我靠，哎呦，你不要叫我老弟，你叫我就感觉好恐怖哦，来，蹦起来，感受一下，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看看这边还有只流浪狗啊。因为这条阿哈吓得完全不能动，哎呦，还敢反抗，胆子挺大的啊！这个小家伙已经吓得不敢动了，像个小鹌鹑一样。喂过好几次了啊，所以现在根本也不怎么怕它了，就是块头太大了。但是它智商太低了，不能被它块头给吓到了。块头大又怎么样？小呀。哥们才不怂你呢，就是个小宠物，找要吃的呢，已经迫不及待了啊！哇靠，这饭量不得了啊！这刚一倒下来，这一坨就没了，也难怪这个小家伙走丢啊！看看，这刚刚倒出来15秒不到啊，就清干净了，这是肚子饿了啊，这一出来找吃的了。再来点，不够，之前已经吃过好几次狗粮了，知道吧？它胃口很大，真的。像我这一袋啊，倒下去它都可以吃得干干净净的。看看，又清干净了。这谁养得起呀？我靠，天天像这样子喂个几顿的话都顶不住啊，真的。这小家伙依然在这里不敢动。哇靠！吓我一跳。小家伙声音太大了啊，本来是跟他倒的，是吧？饿狠了，饿腹肌了啊，这把人家小家伙的也给吃了，他这边又吃完了，块头大就是占优势啊，看看，只能躲在我身后啊，这又解决干净了啊，这小家伙到现在还一口没吃呢，这显然还挺识趣的，地上一颗都不剩，看来是真的饿了，真的饿了，血盆大口啊，你不要叫好不好啊？OK， 一叫哥们都跟着颤抖啊，知道吧？来，我这一袋都要被他清干净，真的。这家里要是没点实力的话，还真养不起这个小家伙，真的。看他的体型嘛，是不是？这每天得吃多少才够？想想还挺毒的哦。啊，他不让他吃了，我那边跟他倒了一点，结果他也跑过来，挺聪明的啊。这边吃一下，那边吃一下。我把小家伙吓跑了，弱肉强食啊，这就是现实的社会。来，都给你！哇靠，这谁喂得起？来，见底了，大块头，来点水啊，碗太小了，好像不适合他，吃吧，喝足了啊，把人家那个小家伙都吓得不得了啊。水被你喝完了，竟然又在我这里蹭了一顿饭啊！吃饱喝足就走，哎，真的是，这个小家伙真的是不容易啊！只等那个大的吃完了，他才能吃啊。那个大的走了，现在这个小家伙可以慢慢的吃了啊，也不用那么着急了，细嚼慢咽的。小家伙已经吃饱了，知道我要回去了。这水跟狗粮已经空了，回去再装点。小家伙也准备跟我告别了啊！